ตอนนี้ห่างเราซาอยู่เลยยังถิ่นอ๋อ เมื่อมาขนาดอยู่ไปละไล่ไปเลยอ๋อเดี๋ยวยาว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ค่ะค่ะไม่เดี๋ยวจู่ใครได้เป็นหนาว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ลิ้มหมกแล้วจี哎，我说两下，家里防不稳了，咋样呢？我那我可要杀了。嗯。白天没有，我叫黑人进来呀，让我弄的。回来。我就，回去了。感情又烦了。 看看老爸，老爸这边的吗？这里不好放手机，只能这么看了啊。哎呀，八加一到上啊，等一下先吃两口饭先。到了。咦。还要。还要等你们说的吗？不用你们说啊。 在哪里买？在哪里买饭？你骗吗？去，阿布。还吃点心呢，这是下午饭，没有点心。再烧鱼吃啊！对，凉拌鱼这一家。一个字香。 两个字香，这是酸肉的吗？哎呀，太肥了，那酸肉没事，酸肉不肥姐，感谢等待来的耐克姐送来灯牌，谢谢啊！今天鱼比昨天鱼有食欲了，是吧？ 哎呀，今天烧的比较好，这一碟做的比较好啊，看起来不错是吧？每顿都少不了八加一，那肯定啦。少了八加一怎么有力气姐？随便吃点去吧啊！在山上吃饭很香的。这么早现吃下午饭去吧啊！好想吃那兰子糯米饭啦，手抓糯米饭给嘛，我这用手抓了啊。我拍一下行了，我洗过了啊。 出来了没有？出来了。都买，都买，都买。嗯，太香了是吧？凉拌的啊。我在这引发的话，那我在这引发出。 我看不到，行不通，我让他。那人白。啊，那人白。哦，好啊，人白。放心吧。嗯。放心吧。没有水。你行吗？哎，没有水啊。我那水啊。能倒不了，我喊你。快没有到，满农快没有盐了。哇。欢迎啊！ 下雨来啦，没有下雨哦。手抓糯米饭，家们是的，手抓的啊。现在才吃午饭了，对啊。点点赞，家们，点点赞啊。感谢感谢。老爸在这里啊，老爸在旁边这里，家们，这白色衣服是老爸这里啊。哇，嗯。 嗯，太香。那两条枯了，那两条还没熟。肉芒。
油皮。酱多啊，油皮呢？一个人嘛，开始有啊。回家。回来了吗？好的，这一边讲。准备。抓糯米饭好吃，很好吃的嘛。那个是姨爹啊，姨爹，这边是老爸啊。你胡说，想你还胡啊？没关注的家们点个关注啊，点个小关注啊。那你睡觉啊？我们是来自贵州人啊。感谢感谢。咱们拍路啊，味道家弄干了。看弄干了。到处笑了，哎，妈，到处蹦蹦。哎，这个咖啡摆摆啦，喂，都叫金。哎，我过年啊，过年还我们鬼嘛，还跟村上上班。来呀，好没嘛？来呀。糯米不需要筷子啊，那也要夹菜嘛。欢迎大家啊。哦。欢迎欢迎，我们是来自贵州的们，大家帮小刚点点赞行吗？他哪个弄嘛的？哇，一万人家们，吃饭不用碗，在山上吃用什么碗家们？在山上吃啊，就随便用手啊，手抓饭家们。欢迎大家啊，我们是来自贵州的家们，今天我们在山上收稻谷啊，收谷子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吃饭这家们，什么菜啊？这个是稻花鱼，凉拌稻花鱼啊，还有旁边这边这个酸肉，酸肉在这边啊。看一下菜是吗？看一下菜吗，哥姐们？看一下。看到吗，家们？今天就吃这两个菜，没煎。今天就这两个菜啊，这个大的是稻花鱼。对。起饭了，几个人吃啊？现在五个人姐，五个人啊，看到都好吃是吗？谢谢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！大家喜欢我们大山上的生活的，可以点点关注你们了，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啊！谢谢你们了，太香了，谢谢谢谢啊！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的，姐们啊，看一下几个人吃饭。老爸这边啊，这是老爸，这边是姨爹啊，这边是姨妈，还有个小孩子啊，表姐的小孩，还有个表姐的小孩子。怎么才吃饭？对，才吃饭这里。谢谢点赞了，哇，8000了，家们，直播间1500啊，15000，个人一起点点赞，你们，帮小刚点一下小屏幕，谢谢你们了。妈妈在家，妈妈在家啊！妈妈的话在家带娃。酸肉要炒吗？炒了。酸肉炒呀，很香啊。看看鱼呀、啊，这个就是鱼，这个黄色这个盆啊，大盆就是鱼呀、啊。点完3000下来，感谢感谢。我夹点菜吃，家们。这鱼皮很好吃。感谢点亮啊！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们可以帮我点亮灯牌。烧鱼啊，腌肉，对，一个烧鱼，一个腌肉啊。太节约了，不节约的们，在山上这样吃很香的。这拉肚子怎么可能？没有关注的家们，帮我们点点关注哦，左上角这里。我们是来自贵州省黔东南从江县少数民族苗族的哥姐们啊，叔叔们。今天我们收稻谷啊，我们在山上收稻谷啊。贵州的姐，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的啊，少数民族苗族的们。然后我们这边呢是苗族啊，少数民族苗族的，不用碗不用，手抓饭，手抓饭的们。这哪报名的了？看一下菜的们，哇，
给他看一下这个鱼啊，凉拌稻花鱼啊，这是凉拌稻花鱼啊，这边这个是酸肉，家们酿肉啊，酸肉，这个炒过了啊，很香的。啊，这个是糯米饭，哎呦，糯米饭这里。从江我去过是吗？可以关注一下啊，有时间啊就过来走一走啊，来走我们这里体验一下生活，感谢关注。拿手抓，对，拿手抓，手抓饭，家们，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手抓饭啊，用手抓的。这吃什么饭？糯米饭，我们吃的糯米饭，家们。手抓，手抓很脏，我洗干净了，姐，我洗手了，我们洗手了啊，洗手了我们再吃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谁的小孩啊？表姐的，表姐啊。手了，洗了，家们，洗了啊，洗手了。老爸干活喝那么多八加一，喝一点才有力气，姐，这个度数不高，这只有25-26度啊，我们这个八加一。姨爹的话也喝啊。一天还老爸都喝，鱼是熟的，家们啊，我是生的啊。等一下你们说是生的，这鱼是熟的，糯米饭肯定好吃，那必须的。洗的话洗也难，洗干净。哎呦，怎么洗不干净姐？手抓饭，家们，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手抓饭啊。我抓一个，家们。走吧，嗯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嗯，要买一个，哎，没得，你不得多啊，算了，跟你来，走，哈人，哇，直接手抓，家们，直接手抓啊，直接这样抓吃了，嗯，太香了，在田埂呢，是在田埂这里，嗯，这那边是田，家们，我在田旁边这里啊，看到吗？周围那边都是田了，下面都是田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流口水了是吧，太香了。酸肉酸吗？酸肉酸的家啊，这是哪里？我们是贵州的，家们，贵州的啊，贵州省黔东南澄江县的啊，少数民族苗族的家，没有关注的家们帮我们点一点关注哦，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哦，喜欢我们这种山上生活的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我们是贵州的，贵州大山上的。主人在外面吃热死了，这里有树节，这里很阴凉的，我这周围都是树啊，看到吗，周围这里都是树，大树，都是大树，姐们，很凉快的，这里没有太阳啊，特别凉快。感受的最好看，谢谢谢谢。这天吃中午饭了，不是下午饭，姐们。少数民族不讲卫生，怎么不讲卫生？我洗手了，家们，我手是干净的，我用山泉水洗的，我手洗干洗的。对，我们是贵州黔东南的啊，少数民族苗族，家们，大家可以点一点关注啊，谢谢用户送的灯牌，谢谢。糯米饭用手正常啊，这样。糯米饭也用手正常的吗？感谢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纯天然这种吃不到，对，大城市吃不到，太脏了是吧？嗯，馋死了，馋死我了，太香了啊！一般是我们这边的话，都感觉很香了。谢谢用户关注，谢谢啊！你们吃饭。会用引蚂蚁吗？有，会有啊，有蚂蚁的姐，山上肯定有蚂蚁啊。除非在棚子。因为这个菜很香，那个蚂蚁特别闻到那个香味了。不是喝啤的，喝白的姐，喝白的。面条用手吗？面条不用手姐。嗯。你要头呀？放凉。你放凉，你不会。稻花鱼肯定好吃，对，必须的。看见酸肉都流口水是吧？嗯，韭菜。我想，嗯，韭菜了。吃啊。我想过哎。啊，韭菜了。主播有面条吗？面条有啊。蚂蚁到菜里面去了，没有啊？路不好走，我们这边都是山，路不好走啊。户外吃啊，对，户外吃，因为我们在山上干活。山上干活就是山上吃啊，
只有糯米饭才用手，对，大米饭用完了啊，糯米饭的话用手。我问你们那个鱼里面有没有蚂蚁菜，哦，蚂蚁菜有啊，你也知道蚂蚁菜啊，有啊。啊？我们放那个蚂蚁菜有啊。什么蚂蚁菜啊？有姐，有的。有啊。那个配料里面有蚂蚁菜啊，有的。糯米放豆沙好吃。我们这个都是原汁原味的姐，啥也没放啊，就是这样，像吃干饭。谢关注，谢谢啊。凉拌鱼，对，我买了大米，那个这么久还没到，买了四天了吗？没有吧姐，应该快到了啊，耐心等待，谢谢啊。有时候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慢一些啊。现在这样在山上吃很香的，家们，就像你们在山上啊野炊啊，知道野炊吗？家们，在山上吃饭啊野炊啊，很香的啊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不是生鱼，这是熟鱼，家们，熟的啊，烤熟了，烤熟了，给家们。联系一下客服姐，那你联系一下客服姐啊。你急的话你就联系一下客服。联系一下客服啊。山上吃的香啊，对，山上刚好吃的香。在那里干什么农活主播？我们在收稻谷姐，收稻谷，收我们家大米啊，收大米。看你们吃饭香了，谢谢。这么早就收稻谷了，我们贵州的话一年就种一季稻谷啊，我们一年种一季啊，只能现在收，都是现收啊。哇，太香了，太神奇棒了。给你家买大米车，下方小房车这个大米，家们一号链接这个大米是我们今年的新米啊，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一看，家们啊，白的白的白的姐，肯定喝白的啊。一号链接啊，我们贵州梯田大米，长粒香米啊，39.8元，给大家发10斤装。今年的新米啊，大米啊，糯米今年的吗？不是，糯米还没有的，糯米是去年的啊。糯米是去年的，今年的还没有。主播叫小刚啊，主播叫小刚，小刚是来自贵州的，家们啊。你把衣服都破了。干活肯定穿这个破衣服嘛。主播，我在你那买的糯米现在还没有吃完是吗？还没吃完姐啊？是不是在我这里买酒？你都没有关注小刚哦，都没有关注小刚，是不是在小刚这里买哦？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哦，左上角这里，家们。记得帮我们点一点关注哦。就是你这里买是吧？还没吃完啊。下方小房车，大家自己去拍，家们啊，今年的新米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割的这个稻谷，你看这些稻草都是刚收的啊，那边都是这种梯田，小梯田的。咦，那个米酒呢？然后了，然后。怎么的木？米在打两下。拍一下盆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菜是吗？可以。大漠，你们村名字叫什么啊？回不回？我们村啊，我们村叫翠里村啊。翠里村。嗯，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嘛，下单啊，拍一单尝一尝。今年的新米怎么啊？看菜是吧？可以啊，怎么不可以看菜啊？哇！这是酸肉，这个是稻花鱼啊，种一季只能够自己吃吧？怎么只够自己吃？种很多的。香油。
滚到南湖啊！我朋友又在这，一楼啊，是吧？贵州黔东南从江县的这帮少数民族苗族的啊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哦。好黑呀、我们楼的菜很丰富是吧？问你什么村啊？哇，我都说好几遍了，你没听见啊？翠里村。糯米是19.9啊，19.9五斤装的们，卡吗？家们卡吗？酸肉是不是腌肉？对，腌肉。说话全部听得懂啊？卡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不卡是吧？腊肉有卖吗？腊肉没有就。腊肉没有。有大米，有糯米，有菜籽油啊，有菜籽油姐。肉太肥了是吧？那酸肉没事姐，有没有吃过酸肉？腊肉暂时没有啊，腊肉现在。我问你们村。苗民啊，苗民叫下衰啊，是不是啊，老板？是。你说一遍，老板。下衰哦。我们村叫什么名字，老板？苗话。下衰。下衰是吧？买了5斤糯米是吧？谢谢，感谢支持啊。脆两箱。谢谢善待彼此，谢谢。掉到5000了，掉正常姐啊，掉正常。善待彼此。因为我上链接了，肯定会掉的啊。都是看热闹嘛。吃过腌鱼炒蚂蚱是吧？没吃过酸肉啊，有时间吃点酸肉啊。酸肉跟腌鱼差不多啊，姐。酸肉也是一样的，一样做的啊。菜都，你得我就没得了。怎么用碗啦？人不用碗，在山上吃饭姐，在山上吃饭啊，都是用手抓的，家们啊，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走一走，旅游啊，来我们山上体验一下生活啊。叫小刚来接你。贵州省黔东南从江县，翠里村苗族，对苗族的啊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啊。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，大家自己去拍去嘛啊！一号链接是我们今年收的大米，新大米，长粒香大米啊。像我们刚收这个新米，39.8十斤装啊！感谢大家关注，侄子在家。叫你妈妈补一下你老爸的衣服啊！好，等一下回家叫他补一下啊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啊。这样凉快，姐们啊，老爸说这样凉快，这叫时尚，你们不懂啊。时尚个屁啊！人家还穿破洞裤呢啊，破洞牛仔裤呢，你也不懂啊。我也有。你也有啊？那糯米是对，不是今年的姐，糯米是去年的啊。今年的还没有长出来的，糯米在3号链接。应该是还没熟。感谢关注啊，糯米都刚长出来啊，糯米的话我们都种在后面。这衣服还用补啊？扔掉了，补一下嘛，还能穿。拿块布料给它缝一下就行了。那多呗。送大家来，快来！拿走，给他。好不？我快钱，我快点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人七。好险，七没办法。
肉，嗯，有面条没？有面条啊。小孩说吧，表姐的小孩家们。哦。那么耐人。糯米有姐，想要糯米吗？想要的话，我给你上下去啊。加料就嘛，能不能加料就？嗯。有呀。当加嘛羊肉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老爸。只看到你们那活太苦了，是吧？妈妈没来，妈妈在家带孩子，小孩子昨天来的都没睡，你们太热了，太热都没睡啊。为什么吃饭那么晚？盆里面是鱼啊，对，盆里面那是鱼姐，那个是稻花鱼了，稻花鱼家们啊。小孩子还认识字啊？读几年级了？今年三年级。三年级啊？啊？三年级是吗？哦，今年报名三年级是吧？嗯。我下了两单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过好每一天了，谢谢谢谢。稻花鱼上小黄车没有？这稻花鱼没有，家们呐。爸爸几岁了？爸爸五十多。哎，多几年吧，那么可以吗？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不能。咦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拉来。哦。嗯。弄忙了，弄，哎，你旁边好大哟。啊。你也对了。你也对呗。你宰了，你去送礼的，很累啊，你妹。你别多吃。没得的，你得啊对吧？鱼凉拌。老板嘛，那开工哎，开工。熟的鱼。活鱼凉拌啊，不是活鱼凉拌节，是。熟的啊，家们，鱼是熟的，家们啊，面条上了姐啊，在那个四号链接，然后这一号链接是我们贵州梯田啊，梯田大长粒香米啊，感谢关注。晚现在吃，晚上还吃吗？晚上也吃吧，晚上也吃啊。晚上回家吃。晚上回家吃了姐，回家吃了啊，39.8。给大家发十斤装啊，今年的新米的啊，长粒香米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我也是贵州的，你们怎么吃饭手抓呢？哎呦，我们这边干活嘛不一样姐，我们不一样。看上去显老原因了。这一爹70多了，有没有啊？70了，70多岁了。盘子切开一点。一爹70多了啊，姨妈也60了。才方便夹。比老爸大的啊，老爸才50多啊，嗯，姨爹的话70多了。嗯，小刚，小麦面颜色是绿的吧？这个是麦子面节，麦子面啊，麦子土麦子面碱水挂面啊。谢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关注啊！小很乖，谢谢。比老爸大20岁左右，对，差不多。没有关注家们，帮我们点个关注啊！2-3点就是了。现在是5点了。5点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啊！温暖啊！我刚才睡了会。你怎么被你了？哎呀，OK 了，调档。对嘛，一样啊。是嘛？有啊，有小米没？没有小米，只有大米，只有大米家们啊。小心点！走吧，走吧。用户关注来着吧，多羞耻。吃饭太迟，太迟了，饿那么一点，不会动。嗯，木木，我认识。我饱了，
哎，照照花鱼好吃，太香了。嗯，吃完没多久要收工了。哇，还有这么大的太阳，人们收工了。还有很大的太阳啊，看一下，看到那边出太阳了没，人们？这个光线不怎么好。没关注的关注下啊，帮我们点点关注，人们。啥叫稻花鱼？就是我们稻田里面的稻花鱼啊。几点回家？应该可能六点钟啊左右。一个得弄完差不多了。我送他给你们摆的，一个超多。那弄了烂人。那个盆里是啥？盆里是稻花鱼啊。干两个钟头是吧？两个钟头。哈，干嘛来？咦哈。那兜里摆，那兜里弄来。现在八点了，天黑。老妈很低了，哎呀，掉这个进去了，没事没事。老五哥，把它掉进去了，没事没事，不脏不脏。嗯，我先吃。可是我晚上七点了还没，不脏不脏啊。介绍一下梯田圆糯米啊，大家都想糯米啊。这是。你我家有点那么。家有那么。哦，还上那么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布衣的？我是苗族的姐，我是苗族的啊。大米啊，这个糯米啊，圆糯米是19.9给大家发5斤装啊。这是我们梯田圆糯米啊，19.9给大家发5斤装啊，这是去年的不是今年的糯米啊。说我矫情，你那个永远没进步是吧？永远穷一辈子啊？这个不一定假，这个是万一人家比你富呢，是不是？看看糯米是吧？糯米这边。糯米这里，不要这样说啊！诶，掉什么？有苍蝇，拍一下，有苍蝇了。我下单的面条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发啊。这里糯米这里啊。糯米怎么做的？你们吃这样，拿来蒸着吃姐。糯米是拿来蒸着吃才成这样的啊，拿来煮的话它不是这样的姐哦。不是像煮饭一样啊、哦，拿来蒸着吃啊，不会不会蒸这边，会不会蒸呢、啊？会不会蒸着吃、啊？就像蒸那个糯米饭，哦，不是蒸包子，一样的品种，对，一样的姐，一样的啊。这个就像蒸包子一样，他们啊，给它隔一层水啊。我修了，那么没不会蒸吗？不会蒸，去搜索一下姐啊，可以去搜索一下。我说的话你们也不知道。这个糯米饭的话，你拿来蒸的话要泡一下姐哦，用冷水啊，用冷水提前给它泡个6小时哦啊，要不然不行的。对，还要提前泡的啊，提前泡6个小时。太热了。今天蒸了几斤了？今天蒸了几斤牛啊？不知道，没称。这个没称，姐们。四五斤左右吧，这个应该没有5斤，这个有，还是吃醉了躺下睡觉、鱼这样做好，对，鱼这样做的，哎呀，别紧那位了，别弄没，那个留着，看看嘞。太难种过哎。太脏了。没活啊，没活啊。没活。云南老家也会做是吧？云贵川啊，云贵川的话。那加农生活都差不多。加农，那云南嘞？加农，那加农。没有了。
顶嘛，要得不？那么远的家偏他顶呐？顶啊！你们怎么家嘛的呀？云南的云南。没有，咱也都那样喽，这里你。他没那么大的呀，那么大，那么大。海拔多少啊？我不是海拔多少，我不知道。等我去搜索一下。我按两学湖。我搜索一下海拔多高的。姨妈几个儿子啊？两个儿子，两个双胞胎儿子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表姐啊，还有一个表姐。鱼爹拿那个喂鱼啊，拿那个去喂鱼啊，拿那个稻谷。糯米不吃都臭了，怎么会臭呢姐？不会臭姐，糯米不吃不会臭啊。不是当老师打工，哎，算了，看着都想吃是吧？大家有需要啥的自己去拍就完了啊。嗯，谢谢用户关注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我家昨天晚上蒸糯米饭啊，今天白天都臭了是吧？那你们那边肯定热啊。昨天晚上蒸的应该不臭啊，臭啊？那放冰箱里面去啊，那只能放冰箱里面去啊。天气比较热就放冰箱，湖北40度，那放冰箱去姐啊。那蒸少一点嘛。那个糯米饭看起来好好吃，好吃的吗？好吃的呀，大家喜欢这自己去拍一单尝一尝啊。拍一单我们贵州梯田，我们这边梯田的话都是山泉水灌溉啊。怎么不吃完？怎么可能吃完就吃不完哦？这么多家们，这么多怎么吃得完？拍了也不会蒸是吗？可以去搜索一下嘛姐啊。对。啊。没有没有，你可以。你们等你干什么？要等你过呢。想吃鱼是吧？用什么蒸啊？哎呦，我们用木桶蒸的啊，用那种木桶。我们用的是一种木桶啊，木桶来蒸的。那个电饭锅也可以蒸啊姐啊，电饭锅现在也可以蒸啊。现在买那种电饭锅啊，煮饭的那种好像也可以蒸呢，是不是？但是蒸的少一些啊，蒸不了很多。对，自己种，去年的啊，去年的，不是今年的，姐们啊，跟你们说一下，不是今年的啊，不是今年的新米哦，蒸的时候还要放水啊，不是不是姐，这个糯米你要提前泡一下啊，泡一下，你收到了，你准备明天做来吃啊，今天你就提前给它泡一泡啊，泡个，把那个米放在那个冷水里面泡5-6个小时啊。泡一天一夜。感谢关注。泡一个晚上。哎，就不用放水了，对，泡一下就不用放水了啊。你放水在锅那里蒸就可以了啊。不用放水在糯米那里了，你泡好了就这样啊。下次给大家拍个教程，你们。电饭锅蒸肯定没有木桶香，那肯定啦、啊。电饭锅不专业的也可以蒸啦、啊，但是没有那个木桶，那木桶是专用的啊，专用来蒸糯米饭的。对。你想吃狗啊？没吃。嗯，准备干活了，姐妹们。